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近五年来首次访问欧洲，对推动中国同法国、塞尔维亚、匈牙利以及中欧关系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动能。访问期间，习近平主席将同马克龙总统举行会谈，就中法、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。两国元首还将赴外地举行活动。